Hello， 大家好，我是大龄猫猫姐，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Shopee 什么类目最好卖？盘点 Shopee 畅销的六大品类18款产品。 Shopee 作为东南亚广受欢迎的电商平台，为卖家创造了巨大的商机。在这篇文章中，阿 P 将与你分享 Shopee 热销的六大品类18款产品。在深入了解 Shopee 的热门商品之前，让我们先来看看哪些是你可以在 Shopee 入手的最佳利基市场。女装、时尚、男装、时尚玩具、婴童用品、食物和饮料、手机配件、家居生活美容、几个人护理用品、宠物用品。一、女装时尚衣、印花条纹裤裙。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倾向于购买几乎在任何场合都能穿的衣服，印花绑带裤裙为女性带来了这种自由。裤裙易于与其他服装搭配，穿着舒适，这使其成为 Shopee 上广受欢迎的产品之一。二、诞生石 Birthstone 耳环。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购买这种诞生石表示出生月份或星座的半宝石耳环。女性更喜欢温和的产品，该产品不含铅和镍，是低过敏性的。三、Superga 2750 Coto 经典运动鞋。这些运动鞋非常轻巧，它们结实且完全透气，对大多数买家而言，耐用性是他们选择产品时考虑的主要因素。二、男士时尚四运动鞋清新剂。图片来源 Shopee SG。 每个人都希望自己的运动鞋保持干净清新，买家只需将其胶囊拧开，然后将其放入运动鞋内即可。这种清新剂不仅适用于运动鞋，而且还能有效去除箱包、橱柜、运动包等物品中的细菌异味。五、Sneaker Guard 鞋底补色笔。该产品可覆盖白色波鞋、发黄或刮花的位置，适用于 Boost 底、白色鞋底或波鞋表面等。六、发光鞋带。大多数男士都想给自己的鞋子增添一点时尚感，发光鞋带顺应了这种趋势。三、母婴玩具。七、婴儿湿巾。父母总是愿意为他们的孩子购买最好的湿巾，通过良好的营销，卖家可以接触到这些有意愿购买的买家。婴儿湿纸巾更厚实，每片湿纸巾含有更多的水分，对婴儿更好。八、Mami Poco 纸尿裤。 Shopee 买家都很喜欢这个产品，该产品成功保持 4.9 星的评级。有孩子的人总是需要纸尿裤，这意味着纸尿裤永远有市场，这是在 Shopee 上出售的理想产品。九、婴儿纸尿裤收纳袋。有婴儿的人总是在努力寻找理想的产品存放孩子的湿衣服和脏尿布，你会发现很多人都在寻找这个收纳袋以解决他们的问题。四、手机及配件时 Pokemon Go 自动捕捉加旋转。自2016年推出以来， Pokemon Go 获得了惊人的参与度和增长，这款游戏拥有500万名的日活跃用户和 1.47 亿名的月活跃用户，这意味着 Pokemon Go 相关产品的市场已经非常庞大。该产品在 Shopee 上保持了五星的评级，深受买家喜爱。十一、Techwear 幻影机械键盘。电脑用户正在寻找一种键盘，这种键盘能让他们在光线较暗的地方也能更有效地打字。该产品具有较长寿命的 SMD LED 和多重照明效果。12、小米 Amazfit。 根据 Statista 的数据显示，2018年智能手表的销量达到了 1.41 亿，这比2017年的7500万有所增加，这表明智能手表市场正在不断扩大。5、家居生活用品。13、加湿器。在工作了一整天之后，大多数人期待的一件事就是缓解压力，许多人会愿意购买加湿器，因为它有促进睡眠和改善情绪的能力。该加湿器也可作为 LED 夜灯使用。14、门口地板垫。图片来源 Shopee SG。 该地毯尺寸120厘米乘25cm， 垫子厚度14毫米至16毫米，防水，防滑且轻便，可剪裁，易于安装。15、小米电视盒。人们想要投资于使娱乐更容易的产品，人们想要的不是手动搜索视频，而是可以根据 Google Play 和 YouTube 偏好推荐视频的工具。通过在 Shopee 上出售这种电视盒，你将提供大多数人正在寻找的东西，这意味着获取客户便不是问题。小米盒子的卖点是它能够让用户在几个小时内享受电台、短视频、热门节目和大片带来的乐趣。六、宠物用品。16、宠物木炭尿垫。该产品具有高吸水性，是猫狗的理想选择，具有防漏、
抗菌等特性。本产品具有气味控制功能，宠物主人不需要处理家里的异味，这使得产品更有吸引力。17、宠物喂食垫。宠物喂食垫可以保持家里的清洁，喂食垫本身也很容易清洁，喂食垫已经有超过5种颜色的选择。18、宠物喷雾杀虫剂。在大多数家庭里，害虫是个大麻烦，人们都愿意购买一种既能消灭害虫又不会对周围环境产生危害的产品。当用于宠物时，喷雾杀虫剂只会发挥作用而不会伤害宠物，其独特的配方使其对昆虫具有致死性，但对鸟类和哺乳动物均是安全的。本产品能消灭蚊虫、虫子、跳蚤、螨虫等多种害虫。在哪里可以找到热销商品的最佳供应商？经营 Shopee 店铺的常见简单方法是从供应商处代发货。那么一个好的 Dropshipping 供应商是什么样的？物美价廉的产品质量好、利润高的产品是物流的最佳选择。但是网上购物很难控制产品质量，因此你需要索取样品或找到有退货政策的供应商。价格在网上是透明的，你可以多查一下供应商的价格进行比较。值得注意的是，最终的成本不仅是取决于产品的价格，还需要估计总成本，包括运费和其他费用。 API 方法同步数据。大部分的 dropshipping 业务是在线电子商务，卖家需要处理许多工作，比如添加 listing、 编辑产品信息等等。如果你能在供应商和店铺之间同步数据，那么你在 Shopee 上的 dropshipping 将几乎是自动的。 API 是确保高效工作的方式。